多士下个月会取消对胶袋征费，不过由明年开始禁止商交费顾客免费提供或出售胶袋。德国检方预计将会在月底引导麦当娜翻本国受审。联合国就叙利亚举行全体会议，信记文指监督团观察员受到小型武器的袭击。各位观众晚安，欢迎收看6月7号星期四的晚间新闻，我是刘嘉欣，新闻的详细内容。多士协会昨日通过了市长福特的提议，将会取消对胶袋征费，不过同时议会还通过了另一项动议，就是由明年的1月1号开始禁止零售商为顾客提供一次性胶袋，亦都令到多士成为本国最大的一个向胶袋说不的城市。多士协会昨日以24票赞成对20票反对通过彻底禁止在多伦多使用胶袋的动议，由明年的1月1号开始，市内各零售商不可以再免费赠送或售卖任何胶袋。除了多士之外，北美地区有多个城市都颁布了类似的禁令，其中包括美国的西雅图、三藩市以及本国部分城市。市长福特对此表示，预计市议会的决议会迎来法律挑战，而市民对禁令的看法就各持己见，部分市民觉得措手不及，认为大部分民众在购物的时候都比较依赖胶袋，不过有市民就对市议会的决议表示支持。另外，由于市长福特取消胶袋征费的提议被采纳，由今年7月1号到明年的1月1号，多士将不会再对胶袋征费。墨西沙加市市长麦考连今日表示对大多地区的路况严重不满，他说安省政府应该考虑对改善大多地区拨款500亿元。麦考连抱怨说自己在前往市中心和省长麦坚迪会面的时候遇上塞车，他希望大多地区各市市长和省府共同合作，说服民众为改善区内路况而交税。麦考连认为对高速公路或道路收费的方法并不可行，不过他就表示可以考虑恢复多士已经取消的汽车登记税。另外，麦考连还拒绝了在墨西沙加市兴建赌场的建议。鉴于安省服务中心在省外各地设置的多个自助服务机已经成为犯罪分子盗取市民银行卡资料的目标，安省服务中心现在已经暂时关闭属下所有的自助服务机，并在报警的同时和金融界的合作伙伴就事件展开调查。皮尔区警方近日警告民众对新的信用卡和银行卡诈骗手段要提高警惕。安省政府服务厅厅长达卡尔表示，关闭安省服务中心属下的所有自助服务亭是为了确保民众的银行卡和信用卡资料的安全。他强调还未有犯罪分子利用自助服务亭窃取任何民众的个人资料。现在在安省一共有72个自助服务亭，其中位于墨西沙加市、旺市、康山市以及宜土碧谷市的几个购物中心内的4部自助服务亭成为犯罪分子的犯案目标。自助服务亭关闭之后，民众可以前往省内近300个安省服务中心来更换医疗卡、驾驶执照和汽车登记等多项服务，又或者登录服务中心网站 www.serviceontario.ca 查询有关资料。士嘉堡地区一处住宅今日凌晨遭人爆窃，屋主一隻珍贵的金刚鹦鹉怀疑被贼人偷走或者是放走，目前屋主急切希望可以找回只鹦鹉。失踪的金刚鹦鹉叫做 Polly， 今年6岁，身价高达4000元。他的主人居住在士嘉堡 Birchmount Road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地区，今日凌晨3:30左右，有贼人怀疑用石块击碎住所门前的玻璃并进入屋内，主人被嘈杂的声音惊醒，赶到楼下的时候发现这只鹦鹉的笼被打开了，而里面的 Polly 就不翼而飞。主人说 Polly 的羽毛红绿相间，可能在住所被爆窃的时候发出极大的叫声，而且它性格凶猛，具有攻击性。除了鹦鹉之外，居所内并没有其他物品遗失，警方正调查贼人是否以鹦鹉为目标。目前
警方正向民眾徵詢本案線索。震驚全國的郵包肢解案疑犯 Luca Rocco Magnota 在德國柏林被捕之後，一直關押在當地監獄。目前有消息指，德國檢方將會在月底將 Magnota 引渡回來本國受審。有外國傳媒報道，德國檢方說引渡 Luca Rocco Magnota 的第一個步驟應該在今日就可以完成，正式的引渡申請亦都會在今日向德國高等法院提出。一旦申請得到批准，將會上呈德國政府審核，以確保 Magnota 在本國受審並定罪之後，他的人權受到保護。29歲的 Luca Magnota 因為涉嫌殺死33歲滿地可中國留學生林俊，並將肢解後的屍體殘肢寄往位於渥太華的保守黨和自由黨總部辦公室以及溫哥華市的兩間學校，目前正面臨一級謀殺、散佈色情暴力以及騷擾政要等多項嚴重指控。德國柏林警方在星期一在當地一間網吧將他拘捕。加拿大皇后大學今日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因為缺乏運動而引發的疾病每年要花費本國醫療系統幾十億加元。以2009年為例，本國民眾因為缺乏運動而造成的直接和間接成本約為68億元，佔全部醫療開支的 3.7%。 這筆龐大的支出包括醫療七種因為長期久坐以及缺乏運動而喪失勞動力的慢性疾病，其中有27億元是用於治療冠心病，14億用來治療二型糖尿病，11億用來治療中風。研究指出，八成半的國民運動時間不足，而缺乏運動為醫療保健系統帶來的支出甚至超過食煙、酗酒以及肥胖帶來的花費。這份報告引用的數據顯示，本國民眾花在運動的時間變得越來越少，由2007年至2009年期間，只有一成半的成年人每星期會進行150分鐘運動。報告中的數據主要來源是來自聯邦統計局以及聯邦衛生局，這個結果發表在最新一期的醫學雜誌上，這本雜誌名為《應用生理學、營養和代謝》。本國總理哈珀今日在同法國新任總統奧朗德會談的時候，敦促歐盟加強對歐元區的規管，制定更加完善的貨幣政策，以應對眼下的歐債危機。哈珀在同奧朗德共進早餐的時候說，歐元區是一個不完善的聯盟，它既缺乏銀行規管機構，亦都沒有一個強大能夠制定整體財政政策的管理組織。哈珀說，歐盟需要盡快制定一套完善的計劃，以應對日益嚴重的歐債危機，重拾投資者對歐洲市場的信心。德國總理默克爾亦都在同日發表相同的看法，他呼籲歐盟各國放棄部分權力，服從歐盟的統一規管。在這次會談之前，奧朗德政府剛剛宣布將法國的法定退休年齡由62歲降至60歲，此舉將會在明年花費法國政府大約11億歐元，而到了2017年，這個數字將會是30億。有批評指，實際的開支可能還會更高。而家先休息一陣，稍後回來會有國際新聞。最新的百爵豪苑2150 Condos 位於 Lawrence 及 Warden 和 Birchman 中間，由意大利名師設計，豪華典雅，設備完善，價錢由18,800起，九尺樓底，尺價只是由330元起，並奉送車位及儲物室，推廣期間仲送現金5,000元起，歡迎經紀合作，請致電特約代理商 Visa Realty 國際地產416-888-7899 416-888-7899。烂路上面周围都是凹凸不平的坑，有深有浅，村民出入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摩托车、机动车通过的时候都要特登降低车速，甚至有泥沙堆积的地方车辆都是要让步通行。在5月11号到5月12号，吴先生鱼塘里头的鲩鱼陆续死亡，那些东西造成的全新英文财经频道，洞悉中国到亚洲的经济动脉，发放更全面的财经信息。大
China's banking regulators reiterate their determination to ramp up support for small firms.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led declines for banks after reports show combined lending growth for the nation's big four banks was almost zero. Hong Kong's market bleeds twice more than Shanghai does on a 財經亞洲，逢星期一至五準時為你播放。書裡面話，年輕的 Pelican 女子叫 Nunia，年老的就叫 BB。呢啲係你媽媽一針一線為你服製㗎。媽媽做呢啲嘢俾我做咩啊？幫你扮嫁妝咯。邊個話我要嫁喎？各位觀眾晚安，繼續是新聞時間。國際方面的消息，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今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說，聯合國敘利亞監督團在試圖進入敘利亞最新發生殺戮事件的現場時，觀察員受到小型武器的襲擊，不過他就沒有說明受槍擊的人數和受傷情況。第66屆聯合國大會今日上午就敘利亞局勢舉行非正式全體會議，聽取了潘基文、阿拉伯國家聯盟秘書長阿拉比、聯合國亞盟敘利亞危機聯合特使安南等人的匯報。潘基文在發言中說，有關敘利亞再次發生殺戮事件的報導令人震驚和厭惡，敘利亞監督團開始被拒絕進入事發現場，在監督團努力試圖進入現場的時候，一些觀察員受到小型武器的襲擊。據敘利亞國家電視台今日的報導指，敘利亞武裝分子昨日對哈馬省兩個村鎮發起進攻，隨後政府軍和武裝分子在該地區搏火，造成人命傷亡。不過敘利亞政府就否認殺戮事件是政府的所為。潘基文說，沒有多少證據表明敘利亞政府遵守執行安南六點計劃的承諾，同時敘利亞反對派中很多的勢力亦都拿起武器宣布不再尊重安南的計劃。他說，敘利亞政府和反對派無力展開有意義的政治對話，以致對於敘利亞未來的預測格外沉重，暴力衝突越來越多，敘利亞要步入和平和和解的道路就會越困難。他說，正如安南所警告，敘利亞目前正處於關鍵時刻，敘利亞陷入全面內戰的危機真實存在而且正逼近。潘基文指出，在當前國際社會的首要任務非常明確，就是停止暴力，保護敘利亞人民和他們的權利，以及向有需要人士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政治解決敘利亞危機。正在阿富汗訪問的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今日說，巴基斯坦庇護塔利班激進分子，美國對此的容忍限度已經到了極限。帕內塔說，只要在巴基斯坦境內仍然存在恐怖分子的庇護所，阿富汗的安全和和平就很難得到保障。帕內塔今日突然到訪阿富汗，和阿富汗國防部長雅爾達克舉行會談。據悉，他將會和阿富汗軍隊高層以及北約領導的駐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司令艾倫討論阿富汗局勢和安全防務移交等問題。目前北約駐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一共有大約130,000名士兵，其中美軍士兵佔大約90,000人。由去年7月開始，北約聯軍已經逐步向阿富汗安全部隊移交安全防務職責，目前已經在佔阿富汗一半人口的地區完成防務移交，防務移交預計會在2014年年底之前完成。